开了。晚安。大家晚安。哈喽卡丘。九蛋晚安。Jake 晚安。晨晨晚安。变成星星你们晚安。这个口红在哪里？DJ 晚安，希尔晚安，洛克晚安，算了，是男子，晚安，准系男子 ，Hello 你好，天天晚安，宝宝晚安，星湖 Hello， 谢谢小易送的心动，为你心动。加一九九，蓝鱼晚安，偷偷晚安，阿 K 晚安 ，S 是谁？嗨 ，S G， 新人店长，他说谢谢本丸送的玫瑰，为什么本丸送的玫瑰感觉不太一样？还咻咻，我会发光。周先生 ，Hello， 范围变掉。秦会长 ，Hello， 君涵，这坐姿有点霸气，有点霸气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口红颜色不错看，真的吗？可是我一直很讨厌这颜色，因为之前我觉得它有点太淡。那时候店员帮我介绍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是自销品，所以他就是帮我选了这颜色。对，但你今天很漂亮，真的吗？晚餐吃什么？今天吃家里附近的牛杂锅。哎呦，哎呦，Ben什么 Ben？ 哎呦，花虎大叔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我要再找我的口红，我口红一直找不到，怎么神秘微笑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刚才吵架。还是我爸就在台北，会这样吗？康丁 ，Hello， 夜空 Sky， 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室友晚安，高磊晚安，坤坤晚安。我口红呢？为什么我每次都找不到东西啊？季风亮晚安 ，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我找到了。最喜欢的一支口红啊，口袋杰士黄鱼，杰士黄鱼 ，Hello 黄鱼，欧瑞夏晚安 ，Hello 内内，气美，美美，嗯，伊达正宗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角色？好像听过这个人，今天又在飞，看球挂心，好。静伟 ，Hello， 龙龙，晚安。威力 ，Hello。嗯，Hello， 阿龟，代代，四个日本人，不是很像什么游戏的角色，或是历史人物。范伟送玫瑰，谢谢。然后说 ，Hello。今天没有冷气的声音，因为今天没有开冷气，因为我现在觉得还好，还没有到一个我需要开冷气的温度。嗨，嘎比，我
早味 Hello 茄香露。喊我成年子。今天飞机很多，战斗机什么？不知道什么好嘞，现在打个歌。晚安。今天选举啊。嗯。今天选举。美国啊，总统大选是今天啊。最近很忙的在关心时事。安安很花旗开旗，等一下我去开个窗，好像有点闷。什么叫乌龟？牛杂锅？哎，我今天跟哎牛杂锅吗？这么巧吗？豆豆讲完，红心哎，北极星晚安，大细胞 ，Hello。我真的觉得最近好像一种，不知道，一直感觉说，好像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对，然后又做不完。吃饭水偶像，饭水偶像，吃饭，还蛮好笑的。本来是心想那么，真的，我有看到你们那个照片，还有什么 FB 啊？今天吃啥？我今天吃牛杂锅跟一碗饭一碗面。杜晚 Kevin 嗨，龙虾 Hello 热饼，你们不知道今天干嘛？突然没有事情做。快运动会，我们学校也快运动会，在想进场表演。然后那时候老师说：“有意愿帮忙的人可以来跟我讲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我要帮我们打鼓。”然后可我后来听到说，有两个男生也要帮忙。那我说：“那算了，我不要了。”今天又要尬聊，对，今天要尬聊。送玫瑰咖啡，送玫瑰，谢谢。今天这样尬聊，因为我不知道要聊什么。我真的觉得好像每天都有事情做不完，可能像接下来，可能我今天请假，然后下午发历史考卷，然后我考不及格，我要罚写，然后一个礼拜要交，结果我没有交，然后就又发现英文作业要写。两遍课文法，不是法学课文抄写，然后呢，你又想到说数学习作要抽草了，然后你还没有写完，然后嘞，我又想到好多事情没做完，要拍这个，要拍那个，要发那个，就啊，爆炸！对，历史，我要罚写了。可是老师说我喜欢这个给他，可是我怕他很，因为我觉得他很感觉会就是反悔的人。然后还有国文发写，国文成语发写，就一直发写，就不知道，怎么办？两遍感觉，对啊，我就觉得，然后问号到底发写干嘛？
不是，重点是我作业为什么要抄课文？我连上一次的英文作业都没交，因为他都一直在抄，一直在抄，我想说，难道我还要交吗？很麻烦。加什么？发现里面偷偷藏，我猜你不会看这几个字。那不行，我等一下真的被发现就死定了。我不敢，我没胆。嗨，加速。哪有发现？对啊，我猜一题耶，我本来可以只要写一遍就变两遍。不过他如果配分，如果用四分算我就可以了。气死我！就要用五分去算。合照会好残酷，我很残酷。我才觉得公司同好残酷。加班。有没有到屏的 ？Hello， 江哥哥，这么没出息，下次要挑战不发现。啊，还没消失掉。我有看啊，我有看你们聊天记录。对，他一直在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。我有看到你们聊我是谁？什么3000张、6000张之类的？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对话。定成员购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登录开麦指定成员合照会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你去看，应该是蛮多的吧。我来看各个成员，要怎么查？是上什么网站？怎么看？怎么看？怎么看 ？C I P C Home， 杨雄，你要来找我拍照吗？看一下合照会，放进购物车，商城，先进 TP 商城看看，然后跟我说想看。嗯，哎，所以要直接去 PC 上看是吗 ？PC， 我刚刚看完，在因为我买了 Netflix 嘛。然后结果呢？结果呢？我发现看完之后很空虚耶，因为我对他的结局抱有太大的期待了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啊，这什么结尾？耶！唐老哥 ，Hello， 谢谢你，我有看到。要打什么 AKB48 听体评？小猪，什么棒？哦，我在这干嘛？不是，哎，怎么用啊？我发我的电脑白痴，我要去商城吗？不是，我要去哪里？偷懒吗？商城街，所有商品，单曲发行纪念周边，这个吗？不是，所有商品，啊，不是，只是写在说，嗯，有这个东西吗？关注你，谢谢。嘴唇 ，Hello， 我最近长一颗痘痘，就是想看一下，你直接搜寻十一月生日会购买节哦，好啊。我非常不懂我们的商城连接，贴在你的 DC 频道，耶！谢谢。
我发现这样最快速了，大感谢。好贵哦，真的很贵。我要什么？然后什么单购物车嘛？你加入购物车，购物车，然后他会叫我登录，对？哎，没有。哦，哎，有些很厉害，还是我都每个都加一下，每个都加入购物车，全都加入购物车，那到我应该蛮，哎，这样很酷哎，加入购物车，他那天看到哎，很酷哎，那我来研究一下。不要这样啦，讨厌。加入购物车，加入购物车。怎样？这样好慢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指定说要跟要什么 app 拍照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要用那个 U Like 牛排 Hello 国树林品，对，我要指定 U Like。宁愿跨店栽培到啊，平衡瘦啊，厉害！天天没拍拒绝个屁！什么？你为什么拒绝？不要拒绝我！去下载，哎，不要用原相机，原相机你这样拍起来不好看，还是你们不在意？可是我在意，我非常在意。不可以，你们一定要用美机 app。笑死，这原相机没关系，你就手机载一个 app， 然后你就可以用它自拍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美化的很漂亮。不可以原。终点好累哦，我看到哪里了？对，所以现在是可以指定的意思吗？就是说我要跟谁一起啊？我这么晚了，对，我现在我发现我很害怕看到自己的资讯，我现在有时候我都会那个，可能就是我可能我发抖音我都自己不敢去看，小弟弟因为自己算是没上架，直接没上架是吗？酷欸，我购物车出现查新名，哎，查看名字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哦，哎，很看得很清楚，笑死！原本有多少一个人什么？因为安姐说话这一类的，没有了。哦，所以一个人原先是180，哦，180。还好啊，至少有50个人愿意。然后其中十张糖玩就这样，他的数量也吓到我。
很多人数量都一样，就是大概是150，还是说他上限是150？啊，这是38的，为什么要38？浩一 ，Hello， 林果 ，Hello， 设定了吧？嗯，可是那个谁，都可能数量有吓到我。有 shock 到，因为之前蛮重的会平均分，所以都太重。哦，你说就是可能哎有被取。什么也没买完哦，我说那个啦，合照会，我在看大家的库存量。哎，这很赤裸裸的看到，哎，很，对啊，卢卡厉害。我要把全部买下的话，13,600，76,867,77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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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七万八，好贵哦！天哪，一层塔罗拉，数学老师没有，我就是有多一个零，我就会不知道怎么算。这是什么？加博？算了，凌晨应该不会吧？不会什么？你说夜袭吗？应该不会有满满的回忆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听到现在听到我们自己的歌，有时候听听就想听一些别的，反正就是这样。哎，握手会，对啊，握手会比较自然，握手会我们可以比较聊。天天早就说过啦，国书现在才知道吗？嗨，米手，今天吃什么？我今天吃完了，我不知道。等一下会有东西吃吗？我刚刚因为我在网络上买了隐形眼镜，然后是在日本的网站上，然后结果因为我看不懂的，然后我就要他帮我翻译，可是我发现我看不懂的，然后我就叫我妈我看，可是我妈也看不懂，不是他看不懂的问题，是他不知道怎么查询我的货到哪里。
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来来来来来，他不懂啦，阿给，反正就是他收到款了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藏我的商品到哪里，因为他说就是那个，因为他是用 EMS， 什么还算什么吗？你想看我吃东西是吗？你来晚点吧。因为就是 EMS， 他说就是他会有，等一下，可是因为他查不到我的商品在哪里，然后又觉得太真的吗？他是用那个 Japan Post 是吗？像你们台湾邮局吗？叫台湾台政，直接打邮局好。包裹查询。真的吗？可以查吗？中华邮局要比什么 pose？ 比什么 pose 哦？我想想哦，啊，就可以，我们会近距离接触吗？这个，笑死！国际包裹对，一家那有什么很狂野？不知道啊，这是什么？抱歉，等一下我先查一下我的。各地有几个啊？好吵！哎、欸，邮局哦，查询专区，然后挖什么？国际快递邮件，它应该是包裹吧？对，国际包裹邮件查询，邮件查询，邮件查询。谢谢米手送的日超，谢谢。查询单不对，进出口邮局。Japan， 国际包裹应该是国际包裹。边界，拜托中文。就还是到这个网站来。好难，所谓打劫真的，还是我们就，我觉得最基本就是耶，好嘞，我们一定会想要比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比这样。我想想还会有什么 pose？ 那我们一起吃饭，我有看到有人说，那我们一起这样，吃饭吸珍珠，基本就爱心吧，爱心，哎。战手是很不错，现在就比一个加吧，加怎么比？嘿，不行，我发现日文很难，发现这件事情。追踪服务，对，这个应该是有中文。个别番号检索，联系电话。哎，这个网页跟刚刚那网页一样。国际啊，有了有了，懂了懂了懂了，感恩，谢谢店员让我知道很好用，谢谢比草组，哎、我们草组现在有新的，这是草组，然后这也是草组，因为这我们要拿麦克风，所以我们有送拍照片，我们现在规定就这样，然后一开始就在啊 B， 毕业啦，我觉得。
听说女高中现在很幸福。但我查个我的商品到哪里，还有点拖，我有点害怕，然后去寄去哪里 ？Ctrl 加 C， 对，应该是 Ctrl 加 C。然后 Ctrl 加 V， 对 ，Yes， 追踪开始 Start。然后他就说他找不到，到底是在他的什么问题呢？猫咪 pose， 找不到查询号码，请解他。Hello， 是在 Hello， 希望他会记得哦，不要骗我钱钱，我花了5000英镑。你可以跟托兰合照吗？你可以跟我合照。他之前去我亲戚家，只把他带过去坐大概1小时，他真的整个人这样瘫软下来，我真的快被吓死。空白记得删掉，空白记得删掉吗？这奇怪了，是我不会用吗？感觉是我不会用。国际排冷气打错了，国际游学。你要跟后来拍你们那个，他会吓死，真的他会吓死，我会担心他。EMS yes EMS， 对啊，然后明明就给我，他说是，我就不知道哎，是我问题吗？我觉得不会是我问题，可他真的查不到。对啊，好厉害喽！我要查询追踪服务，然后呢，个别番号减少，然后我复制贴上，对，没错，好，追踪00，他发货了吗？他没有说他发货了，他没有说他发货了，他没有说。但他没有说他只有说他收到钱钱了，就这样，所以他不会那么快发火。我以为他会收到钱就发火耶，他在欺骗我感情吧。我已经等他等很久了，我什么时候买的？我9月30就订了。不是，都不是，他是送我生日礼金。我看一下啊，没有，我10月21就订了，我订了隐形衣。对啊，他对啊，是 EMS 的，我确定，我非常确定。前面2码英文，然后再9码数字，再2码英文。对啊，没错啊。可是他没有说他发挥，这才是重点。快发现这件事情。他就说他收到钱钱了，对，他没有说欸。嗨，你为什么还是改名啊？你班上也是拍了照就，好吧，好像不会那么快，对不对？有，你一直改。UK 男子 ，Hello， 发生什么？Oh my god！ 他合照要穿什么风格？还没想这件事呢。不会，我们印象中蛮好的。奇怪了，我跟他说3到5天啊，可是我还没有收到东西。你们想要看我穿什么样的衣服？哪一类型？
现在是11月3号，如果现在日本订的话来得及。出货地是哪里？最后的马写 KR 是 Korea 吧？他是日本网站，可是他应该是从韩国出货，这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感觉还是他要先进去日本，然后再来寄来给我。我还记得我曾经我也是订这家隐形眼镜，可是我那时候我用我叫我爸，因为我那时候我爸去日本出差，然后我是叫他拿，结果我发现他大概5天就寄到了，太早订。包头，你买什么？好，我绑，可是我本来就有打算要绑，所以那5个月真的假的没有吧？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？我觉得还是偏向自己洗啊，我觉得就是量不是量产，也是量产。我也觉得很好看，因为是1730，我挺羡慕。好吧，那我慢慢等好了。反正我要相信包头，包头不是，就是这样。老师说，你就这样子绑卷上去，然后就可以绑出来一个包头。然后我就说，然后我自己卷，真的不会，这是上风吗？大概是偏向种类那一些，因为我也比较很少。好了，老师说我很少衣服在台湾买，所以我衣服蛮少的，就是因为我也都是很之前去日本，就可能一次去囤的时间，也没有几件，大概10件以上。不会卷，真的不会卷，但是我们觉得，这好像还行。是网，应该是网拍卖价还是什么 ？Pop Lens， 我买 Pop Lens， 就是你可以上网 IG， 他 IG 粉丝买的，他叫 Pop Lens。米柚，嗨，好久不见，打气不呢？好久不见，喜欢。第一双嘛会怎样呢？我们可以就临时改发型吗？也不行。我不要。我说不行我每次看到我们学校有女生绑双马尾，还有双辫的学校，我就真的觉得，你确定你是高中生了吗？哦哟，拜托啊，先买10张，笑死！送了我一句牌，不喜欢什么？不过阿斯蒂玛塞克金杯，你阿杰斯金杯，有关系？不觉得？可是我真的觉得，我每次在，我就觉得去学很羞耻，真的。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这样很奇怪，可是在日本感觉，我手上10张，好，可以，接受，我接受。可是我手绢10张够吗？我是晚熊 ，Hello。我那天看你们那个谁红衣哦，红衣真的是，我真的快被他笑死那23，好，我等一下绑。都没到28岁了，不一样啊！人家是悠悠台的姐姐，你说的哦，你已经订到10张，那怎么？你说刚那个发型要怎么取？我真的随便，我去拿。
窗户都在震动。然后那个高度，那个高度是什么？高度多高？这样，这样吗？我应该还记得老师怎么教吧。我觉得我握手会感觉到。天天是免费仔，就是让的粉丝团可以干嘛？阳光又不用钱，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阳光了，是吧？还是有？哎呦，他说让，那我可以坚持。没有啊，我看到你在隔壁列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对啊，我其实我也不懂，就好像是五个人可以那个吗？会有那个可以设定名场，算了，不知道可以干嘛，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，是吗？什么、啊？还好你没在隔壁，嗯，你没有在隔壁，那你好像没有，哎，你有吗？你好像没有，我在这隔壁列是谁？五人可以去改名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知道你在我这里。小敏是谁？小敏，你是那个吗？二哥不是，谁啊？你说他开始松开了，他开始爆了，快快快点！他有点，只好这样。等太久，谁到底是谁？真的不知道。他已经，他无法，好好倒数。你来找我3次吗？3次。卷发，什么东西？超多大的，你说拉，做拉皮，你说拉皮，也不拉皮。Sparky，Hello。噔噔，来听点。听说我上次全都被 ban 掉了，我有点傻眼，非常的傻眼，我有点 shock 到，居然会被 ban，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经纪人他讲说 AKB 的歌都不会被 ban， 可是我上次好像没有被播 AKB， 好像不是播 AKB 的，对啊，我好像不是、欸，
笑死！我想想，还是我们就只能，我们还是乖乖播好，还是我们来，哈？我播什么？最近杰尼斯，不是最近杰尼斯他那个他把黑色撞的放上去，版权越太多了，居然，今天他在 YouTube 上 ，Google Drive 已经成员时代了，最后的谈话很重要，最后的谈话，哦，你说我那个吗？我那天讲。那天林佳妮很好笑，林佳妮就因为我晚上我洗衣服嘛，就是因为她有家，然后啊忘记带袜子，然后就洗完，她说啊我顺便洗一下衣服好了，然后就把东西丢进去洗洗，然后我就拍发完照就接，她说 OK， 然后我就发完之后我就躺在床上，好懒哦，闭一下眼睛好了，闭，然后你就说，她说还用什么，还用什么洗，我说里面那个说，然后她洗完之后我就。我就已经开始已经快闭起来了，然后呢，297个国家，笑死哎、欸！没有啦，我提供他住宿哎、欸，水电零，算下那晚上没有关的，灯火通明、欸，都蛮收钱的呢。好啦，我就叫他陪我，然后他就跟我说。我要睡哪里？然后可是我睡楼下，可是楼上有两张床，一张大的，一个小的。如果想说我一张去睡，我就说你睡小的。就我就在楼下睡着，然后灯都开着。没有啦。出门有件事，有我有记得锁，我还有倒着锁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要晒衣服吗？”他跟我他有这样问我，可是我就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我就然后就睡着，听说是这样。没有任何印象，没有任何印象。故意泡澡吗？没有浴缸啊，简单的淋浴。什么水？我们没有用完，对吧？他有吃一口，他说：“我在吃哦。”哎，那真的很难吃哎。结果隔天去吃大户屋，照常一样。点寿喜烧，这样可以吃到比较多饭。但是我需要演一首国语歌，好像是就 OK 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上晚饭没有，我只有吃三碗饭，然后就寿喜烧，茶碗蒸，两碗汤。因为我在上车高铁前，我有先吃了一根鸡腿，两个白叶豆腐。其实我超白痴的，我是一上。快！我要进那个检票口的时候，我鸡腿掉到地上哎、欸，还好那个袋子还有一点，它还撑在袋子里面。然后医生说你要拿去穿口，我说没关系，它没有沾到地板，它很干净，我没有拉肚子，解除了296秒，三秒规则，对，三秒。可是我看它掉地上的时候，我愣了三秒，不止三秒，我就啊。然后捡起来，没事，一定没事。除了日本啊、哦，除了日本，没有啊，我就它是袋子啊，就是北车那间啊，好吃的那个卤味，我就拿出了单，因为很烫，我就这样拿，然后就啪掉地上，我鸡腿。雨萍 ，Hello， 吃好。魔术啊，我很健康。今天直播要怎样？对啊，先没有什么东西。你说那怎样吗？没有在谈人生经验，没有人生经验，大概是人生经验吧。其实我
没有很仔细看过的，就是大概是谁出场什么什么，我只记得韩寒躺在床上。这是买一张什么票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买一张？笑声要把那个，要把期待起来，没位期待。能买一张吗？没有吧？可以是买很多吧？他不现在出新的功能，还是他只能买一张？可以吧？啊，他只能买一张，傻眼！他干嘛一个做一个选项？傻眼！少了一张哎、欸！我发现我有个记忆，就是看过了，很蛮印象会蛮深刻，就是在脑子里面，数量大概是多少，谁是多少，都会记在脑子。哎、欸，谁填了我一张？谢谢。重新换能指名。可以直接看到数量，真的是，啊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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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嘟嘟，就大概人气成员就是那个这样子的数量，然后。跳一个页面，我怎么没有跟上花姐？没有跟上吗？你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你没有跟上吗？不是，我说合照。为什么我一直展不开留言区啊？讨厌，我想要展开留言区啊！啊，笑死！
打不开留言区，我想要展开，让我展开。Hello， 法 Hello。谢谢阿尔法，赵赵敏大家都来到吗？早买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要买，谢谢。哦，家里少了一张耶。截图比对啊？没有啊，我不会，我没有截图比对，我是记在脑海中，我记这种数字蛮清楚的，可是但是就是不太会算数，这样。就大家可以看过就知道，哎，他好像少了一张这样子。三张，谢谢。我是否该买个，然后给后人家拍照？给人家拍照吗？为什么不自己拍？买！哎，我这样如果全部钱买要21000哦，我这样有全部钱吗？我购物车35，哦，只有35。这吸管保温，给你外送来的。它是线上评估，可是你看影视美都要现场做评估了，然后它费用又比影视美低，我有点好奇，就是它是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，然后也不用医生。对啊，真赚一圈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看着打的，对，很淡选。你们，哎，你们听过吗？不知道。不是，哎，就从小。那这个应该台北也有吧？没有，它是那个，删掉。但是它那个塑胶膜上面有残。
低下来了。对啊。只有台中有哎、欸，真的、啊。他只有台中有，我一直以为他其他地方也有。A taste in 台南，代表说他是台南，是吧？我的英文应该没有烂到那个地步，我看得懂台南。谢谢笑笑。嗯，它是台南味，然后台南甜，台南的甜度，然后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结果会不会？因为他到时候让我们要把港工石头啊，应该不会吧？他应该跟握手回应可以自己决定。包头。谢谢笑笑。帮你。脑子运转中，跟我的影像数量。台中以南台哦，他官网死，笑死哎、欸！我看到很多，哎，这家也台中只有台下有吧？真味上品，它是什么？我没有脑袋卡住，我只是在思考，跟我刚刚看到的差别在哪里？笑买完纸张，我看到了，谢谢。为何 N S I Q Twin Tail 没有 Twin Tail？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那个影片已经洗掉了，我赶作业中。对，因为我看其他人也没有绑啊，我就想自己玩一下嘛。那现在是看纸圈，对啊。那个是鲜奶酪。鲜奶酪，就真的是奶酪对。这家也很好吃，我觉得。搞这个系统设计的很鸟，很鸟吗？什么很鸟？我跟你们分享两件事，我今天想到就很气。我们今天有体育课，然后我们简称 A 女跟 B 男，因为我是班上的5号，然后
然后五号通常就是在老师的正前方。然后呢 ，A 女是21号，她坐在21号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要练8核，然后我就没有我没有要上去拔，所以就坐在原地。结果呢 ，B 男就走过来要跟 A 女要她的外套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奇怪的感情关系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 A 女在想什么，风是这样吹过来的，她居然把外套丢过去，很脏。我真的要示范给你看，我真的是很生气，哎，气死我了。好，这件外套好了，这比较好的。风这样吹过来，然后外套就这样咻。哦，我真的是当下我就这样，我就拿起来，我就这样。因为 我不知道是他们，因为 A 女跟 B 女两个关系很好，我不知道，然后他们也跟那个男的就常常搞在一起，也不是搞在一起，就是一起聊天啊，坐在一起啊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我就拿下，我就这样拿下来看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就丢给不知道哪个女生，我真的超气的。然后就整个大臭脸，我臭脸到那节课结束，啊，气死我了。但是因为我觉得很生气的点是说他打到我当下，他没有说对不起，他在跟我那边笑，然后跟另一个女生那样说，你知道我刚刚这样丢外套，然后就拿这份小回家，我就这样去瞪他，然后看到我就你要找我，我好气耶，不是我真的是够了。可是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他们谁丢给外套，然后打到我，然后我就一直听，然后我下课就说老师，所以刚那件外套是谁丢的？他说哦，是一个女生丢给男生。然后后来我下课就听到体育老师打说，找那个谁，一个女生先去，对，然后两个都去，然后那节下后来是数学课考完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，中间对不起，然后他笑我，这样，然后说对不起，然后就走掉了。Hello， 我其实那时候我在数学课，我就在模拟，如果他等下来跟我说对不起，我要讲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不觉得？我很想说，你不觉得你打到人当下就要说对不起吗？而不是说实话再跟我说。你觉得你刚刚那样子直接打到的时候在笑，还跟别人有时间跟别人分享，你跟我说对不起，是不是？我就脑袋爆炸，然后我就想看看，然后就他就走掉，我就气死了，真的没诚意耶，真的是够了，给我小声。要塞颗冰片吗？我们那时候2周年的时候有表演这首歌，我们有没有想说不会吧，我们是绑吗？跟我们第一次练习的时候，还绑双马尾起跳，结果居然没有想到没有 encore。他居然惹台中人欸，什么意思啊？有最强双马尾示范了，有。我妈一直跟我说，我说阿芳，你下次公司好用双马尾，我不要，我真的不要，双马尾唯一不行，真的，他都不敢。我很搞笑，有啊，我还有照片啊，门禁军看，真凶，没事的，我不会对你说，除非真的惹到我，突然惹到我的人，我才会这样，不然我真的平常不会，我真的很生气，我觉得不说对不起真的不行，唉。这是一下高赞马尾啊，嗨一下黑长直吗？长直，我想说可以编个辫子之类，可是我一直被拒绝，我一直被拒绝这个。小气，
但是很细耶，其实我喜欢看这个奶酪一层轻轻的皮被我掀起来的，很疗愈。安会编法吗？其实，但是这样长发应该下来会热死，怕我秃头。不是啦，可能是我觉得是拍照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样拍起来，如果正面的话可能会看起来比较秃。嗯，这个肯定是被拒绝，好难过。我很难过，我先绑一下腰，这样我比较好伸手。我这两个很强，你看应该要剪。我真的被拒绝到底，我很难过。姐姐说你要找看有什么其他，我就知道他意思了。可恶，衣服不要打断，看很多。这两个要剪，还是我就稍微。我就觉得他明明就很好看啊，那个小妹说：“哎，你绑起来真的比放下来好看哎。”我就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遥想当年，咦，第一次直播，什么第一次直播？触须，什么触须？还是我们要讲鬓发？要讲修短的？没有，对，我要剪卷短。触须，触须到底什么鬼啊？这个那个，嗯，蟑螂群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两根吗？你说成语这个绑着的时候，就是这样两根在这里。可我感觉我不适合那个谁，我知道本家有个成语，那个谁，武藤小明，他是绑这个发型。我上次看他女生公演是这个造型。还是我们绑单边，我一直被拒绝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认真难过了。太可以，天哪，你会不会那不是啊，我就被。立不起来。立起来啊，连公主头都被拒绝，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。不好吗？还是稍微烫卷吗？哎，不，我们不能卷啊。忘记了吗？日本国不動産路，誰啊？田中啊，这什么奇怪名字？下面真的是小林，那你看，断言就是不能烫，我们不能烫卷，不能做指甲，不能染头发，是不是？就是。那边不是有一首歌吗？黑长直什么？这么喜欢看我卷发是吗？黑发面卷发，嗯。我没有分析绝面黑板到底是什么，去研究生唱研究生吗？哎，你那样讲我也觉得这首歌好蛮适合。对，什么？我刚刚想要查什么东西都忘记了，我要查什么？
什么意思？你不相信台湾吗？差点爆脏话，没有，我只想要讲公傻，一起来公傻。下礼拜加油？为什么下礼拜要加油？下礼拜没有啊，没事。哦，运动会，哦，哦，我觉得就尽力吧，因为好，我觉得呢，偷讲你什么意思？跳完踢雪茄牛仔裤，这样太可怜了吧？加班，请骂你，帅帅，你有人帅跟人一起住美好。我觉得独自住的比较好。我想要跳制服的抵抗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要制服诱惑，制服诱惑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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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好喜欢哦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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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黑板汉喽，黄可乐，黄可乐，我想到我制服嘞，制服用。可是这树林看得到，看得到啊。我在想我很少看到我的那个、啊，我的那个、啊、升起啊，那叫什么？很少在那个交换升起的人看到，我真的想看。我真的刚刚看了一部 Netflix 的韩剧，我真是看得很空虚，看完之后真的觉得那结局真的是我不能接受结局，太开放式了吧？因为它一种感觉是它的结局在感觉在赶结局，因为感觉好像是来不及，因为就十六集，然后有种播不完的感觉，所以它有种我不知道是草率吗？也不是草率，就感觉有点突然跳痛，
太跳痛了。大家 Netflix 有什么推荐？我这几天发现我要赶快用 Netflix， 不然我觉得很浪费。太贵了 Netflix。蛋黄哥 ，Hello， 是什么？苹果 ，Hello。上网看人分析剧情不恐惧，直接看分析是吗？下棋那一组哦，我知道最近新的那个对不对？好看吗？那在讲，你看讲。沙鲁晚安 ，Jeff 晚安。哦，恭喜，谢谢 WZI 送玫瑰。你看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。哦，你说你的名字哦，你说那部，那看了太多遍了，而且我还是看不懂，那剧情有点，转换我会有点，你也切不回来。弃兵，好看吗？下棋。那在讲什么？我那柜打不开，啥呀？还在看。我是前天看那个，因为我想说它上榜嘛，那个叫什么？青春记录吗？好，看完就，好的。好的，就这样了。然后，下集看黑加加，我带了很多人。我上一部看是第一部，那部我看是《天才少女福尔摩斯》，然后再来是看《艾米丽在巴黎》，那部蛮好笑的。加台研究生甄选时认识我，在那之前不认识，之后就认识，但是我们没有到很熟就是认识这样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很搞孤僻，哎，我很喜欢看，对呀、啊，还蛮好看的。可是你可能要看，那是经典怪奇。啊，看那一眼，可是我看那冠军物语的那个什么介绍的时候，我有点害怕。我当时看他介绍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说你有，我说好像是我问他嘛，我说你有找谁？我说那我们一起，好啊，那行，怕不怕？对啊，就有点害怕，就是感觉很可怕，就是那种突然吓人。你在讨论恐怖电影吗？影片吗？没有在讨论 Netflix 有什么好看电视还是什么电视剧？你说年龄在18以上？我觉得 Netflix 的年龄分歧很奇怪。
我觉得艾米丽应该分在16以上吧。看不下去，限制级哦，限制级，有，明年再说。哎，我十七岁，哎，我十七岁，我刚想说我16岁，我已经过了16年纪了。哎，有什么？对啊，我17岁。牛奶软海带，话说安安最强的来源应该有点小酒吧，小酒酒吧联姻吗？对，然后酒呢？然后出冷素，什么意思？11张是吗？啊，我明年18岁，我一定要去考驾照。等我考完。哎，对，我后年要考那个职，不是职考，我直接讲，对，不要职考，学测。啊，学测哦，我有考到学校，我考到学校吗？怎么办？我就考到学校。啊。你笑自己甜呐，你不要逼人家，真是的。啊啊！这什么电口伤？不是。花生糖，嗨，花生糖。好久不见，我们互相伤害，要适时的克制，我们要生活，要生活啊！那这个来佳节限定列的，我看看，叫什么？这可以，我可以看的。第一名是后羿弃兵，那感觉我可以看，感觉不错。鬼灭相接吗？我妹现在还有我爸在看鬼灭之刃，然后我妈就会说，哎，那谁的声音好吵啊，然后叫我就，然后他们现在他们把它看完之后，要去那个。看电影，就说你先把漫画看完。我不会是你们电影有跟那个吗？漫画很像，因为我看完漫画之后，我就对电影没有太大的想法。谢谢花生糖分享直播间，
是。对啊。嗯。嗯。嗯。那我先 pass。画面有差，你说画面感嘛，跟脑中想象。可是最后那个还不是那个铺陈差很多。嗯，还有要看吗？好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要爆脸要被打。真的觉得 AKB 衣服都好梦幻。还没有 4DX 的消息。4D 大家印象还蛮少的。IMAX 台北。那这种要去台北。你想象漫画的招会跟正常一样啊，反正也是好，他画工很好，动画反而安妮基都是常常有变的啊，安妮基什么你在讲什么？看就对了，我没时间啊，我要播礼拜六直播不是吗？你想想啊，如果我看下午场，然后看下午场会很没 feel。还是我要直播完再去看你。哦，安妮姐，安妮姐，你妹都看了你就陪她去，没有啊，她哪会来陪她啊，你妹看我是不是想再看一次，没有，她没有看过电影版，只是他们在看那个动画，应该那个不对，比较动漫的，我爸说：“哎，你要看电影？”他把那个他总称把动漫这个词，说动漫，然后是看电影啊，是在看电影。嗯，你怎么少自恋了啦？真是的，天天中文，无限列车篇，没特别追就不用。我之前看过的漫画，大家想法不一样。小雨 ，Hello。米手被鸟，米手转，在补动画，居然吗？嗨，小雨，笑死、欸！然后我在想，我说我觉得我们要拿最佳创意奖，我觉得我们的体力没办法。真想到我们那天去吃热炒，在还在过马路狂奔的画面，我就觉得蛮好笑。我们就狂奔，然后就想到我们跑得真慢啊！你已经投标到了啊？你投别人吗？是吗？你知道对吗？
你应该是投我们吧？我记得我那时候传照片了。小弟有以他绑了、啊，我就不是投球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你是投，你投谁？你投英主吗？这么想合照，谢谢 ，Hello， 陆婷晚安。可不是一样的截图哈，居然哦被抓到了米手，哎、欸，佳丽完售嘞、欸，完售了，完售了，我是第一个讲的人，吗？哦，不是，是哦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差不多时候讲。真的，那我第一名，耶耶，太棒了，他比我慢，所以我先的，欢迎呢，很好幼稚。项目一定就会有大堆接力嘛，然后大堆接力100公尺，我们还有50公尺，我记得本家还有50公尺。嗯，对，运动会是下礼拜，怎么跟我认知到的时间一样，有点缓慢。50还真少见，从50，嗯，对啊，50公尺少见。我那天他们有在比吗？我们之前比过了，撑杆跳。哦，我们会有，应该感觉很酷哎。因为没有做大队，我们是朝怎么样的人来闹的？哎，好了，我们会认真比啊，但是其实就不知道了，泡泡足球啊，什么是泡泡足球？那个吗？尼赛呀 ，Hello， 我觉得场地蛮很大哎、欸，我人感觉蛮小的。我们不好意思，第三名我们先拿走，我们先拿走啊。感觉是哦，天母体育馆，其实我没有去过，我只有去过新庄，我之前有去看 Lisa 的那队，然后我遇到那时候还没有进来，就有遇到累积了，跟色了。天母体育馆，高中足球。但我那时候有去什么东西？我那时候以前有去啊，
上一次 Lisa 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还有拿海报要给你们看。堆花下来，它满天星晒得很不错，但是那个什么，其实更有点可怕。我看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这应该大家都有吧。然后你看我有这个耶，我之前去哪，我拿超多张的。然后再来是，我好像拿那个超大，我还有拿那个超大张，都要拿一家，我拿了几张啊？那什么，两张哦，我不知道拿那么多干嘛。哎呀，抱歉。觉得好强，呵，你有蒸奶，我喜欢蒸奶。欸，我喜欢那个蒸凉面的那个，凉面那个比较可爱，立牌。觉得好强，怎么很强？疼到我？你没有吗？嗨，手套，迟到仔。哎，我还要去买那个欸。我真的一开始第一天我就去买了一张之后，结果我用了一天，不见了。我在好像在北车的时候，钱包好满感觉，发票。我还把真奶的分享成玛雅，分享人是一盒，我去还帮你，你也有，没有拿，我不敢去拿，很尴尬，就是我这可以拿走啊，那很奇怪。我那时候是我妈去帮我要，抱歉我就没敢。每天都成，哪有？你有想过自己45块的小摊门吗？当你勇气不足的话，我就跳下去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枯萎要卖吗？现在超看好。辛苦了，鸡腿，什么鸡腿？他刚刚讲什么语言，我真的听不懂。同事在帮我拿回公司吧。你把合照券买光。我们也要生存欸，大家都要过生活啦。我在想不知道怎么办欸，我现在觉得我应该去周天要去学校上课吗？还是我应该去练习？我觉得我应该去练习。到底在公司啊？
但还没有签交学费，现在还是学生呢。嗯，应该是接受原相机的，不是哎、欸，我是美颜相机派的。你本人看我皮肤应该还，我最近额头有点糟糕，算了。但是、这边还 OK， 不是啊，毕业很久。那你在讲什么？学费，那相机才能学，是吗？还是那些相机？没关系，可是你用美颜相机就不用修了，是吧？怎么装美颜？怎么办？你们都这样，不行呢、啊。年轻人的胶原蛋白，再用电脑的光去打光，啊，完美肤质。就是毕业哦，学代约，辛苦。48岁之后，爸妈通常不会赞助。你们下巴长痘痘，我在想说，我会到大学还在靠父母。嗯 ，iPhone 不抓那么肤浅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肤浅吗？居然，你说他那个 App 肤浅，就代表我是肤浅的人，我在用肤浅的 App。啊，反正不行。你又变韩系欧巴，你确定吗？你会变星野蜜手是不是？星野收，你这肤浅也，哎，我电脑上面是蚂蚁，赶紧再推手，赶紧。差点被电折断！你看蚂蚁，你还没看过那个修超大的 missile， 修超大的 missile， 你说本人吗？家要办丧事，那他可能要办很多场丧事。就是我那边吃食物，然后就买，讨厌。我现在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换手。Hello Acer， 该换苹果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其实我当初买这就是因为为了打游戏，还有下载一些程式。可是我现在有后悔，我应该买 Apple 的，这才是。专业的骨粉啊，可以办一场联合就好。联合，听这让韩系米手图，我自己好像没有存，自己都没存什么。一个企业公信，我们可以那个什么，有没有那种公开的吗？例如说生写图啊，什么意思？生写真，因为我们拍的是相片啊，然后你们说到的是生写真啊，那不一样啊。你帮我问一下，问什么？我刚刚讲了什么？我已经在三小子应该没有说吧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也不清楚，我只是负责签名而已。发现应该是去求韩系米手
好啊。我在，你知道我曾经，因为都说看不到头发，然后我就问那个妆发老师说，你可以不要帮我绑头顶，然后他就绑到上面头顶一个，就真的是头顶。他说你要绑冲天炮了，我忘记是谁讲的，绑冲天炮啊。天天姐姐他们很辛苦呢。感觉什么绑上去的头发都不行，会被什么头？那什么头？会被拒绝。他写的是。是这种发现，可是很假，马尾甩你。我那天在练习的时候，七七帮我绑了一个辫子，他就想绑一根，然后我就这样甩过去。我那时候甩谁啊？然后我甩怡真，然后因为怡真那时候在我旁边。你知道，我觉得那个同学现在已经很害怕了，因为我真的对他脸很臭。甩你拜托，天天不玩完了，这是几题？13，两遍，讲解加题目，哇，疯掉！可是上了30题，我真的写到手快飞掉，我真的讲我手飞掉，我要去搞，我要投诉。小妹马尾甩脸，到底啊！我手机现在有几趴？还有6%，我应该撑得完吧？我要相信我的手机。其实我上一半是不够，还不行。天前都有遇到别组人。重点是，对水会有香味，确定不会有汗臭味吗？还是觉得偶像都香味？臭比较少有见过他们，没有，因为才20题，总数才20题而已。对，对，总数才20题。力士，你说力士是 Dux 吗？气势很棒，可是我回到潮州被打压，不能说打压，就是没有会被收回去。是最想在猜拳的时候吧？我每次想，我都不敢去看留言，算了，没有人在留言。不是，我想要留言，我就想到一个很气的事情。是哪一部影片？我忘了是哪一部影片了。我想把它删留言但是我应该跟姐姐讲吧，那个，他直接公布我私人资讯。这样不行吧？没有被牙齿蛀，还要跟我们带回去？太什么问题？我看的时候真的是有够傻眼。是那个吗？对。
跟姐姐讲话。封锁西恩。没事，好了，天天都不急。应该还行，还有四台。今天是直接崩掉，两天天在崩。我看一下天幕体育版，我刚开始想说要找图片看场地到底多大。Oh my god！这场地有点大哦，看来我们会很空的。这太大了吧！天天你都欺负我，没有了。这场地也太大了吧，天幕。你先占两个位置，你一个人吗？那天我又被别人揪心了。我想喊喊，边的地方在那边，想边边可以跟我说。两位坐起来比较舒服，我相信你旁边应该是有人的，我要相信。手套。讲了，烦你。应该讲，今天整在新闻还蛮闪起来。我常常看在留言聊天室看到，这是俄语谣。对，好哦，好哦，我会自己去检查。难念吧，希望我的手机撑得住，我相信他撑得住，他绝对撑得住了。第十名是朱里安，第九名是浩毅，第八名是 WZI， 第七名是嘎逼，第六名是 Miso， 第五名是 DJ， 第四名是本湾，第三是小毅，谢谢小毅，第二名是雨萍，谢谢雨萍，第一名是钟林笑，谢谢钟林笑。他很烦耶，他从我很久，我还没加进来之前就在这样，一个奇怪的人。甜甜没有上来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礼拜六晚上。太骗了，没准，笑死欸！宣平你 ，Hello， 你在合照会见面啊？不是先握手会吗？你不来吗？怎么是合照会呢？我没有连续照，那是四十吧？是吧？哼、我刚才说，我讲错了，运动会啦。运动会，讲反，嗯，晚了，晚安，我又讲错了没？下次见，晚安。
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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